看一下今天发的食物啊，有这个油，我好久没用这种蔬菜油了，vegetable oil 蔬菜油啊，sodium free 不含钠的食物，473毫升，将近一斤吧，对吧？这是哪产的？这是芝加哥，分发被芝加哥伊利诺伊斯州啊，芝加哥那边生产的植物油啊，这是炒菜油啊，这个最近因为我吃东西都是煮嘛，所以用的比较少啊。然后还有胡萝卜啊，胡萝卜啊，我就到时候生吃吧。还有这个棕色的大米啊，这种棕色的大米啊。然后还有这个角瓜啊，角瓜有一次发了好多，我都没吃，后来都坏掉了。土豆，红土豆啊。还有这个苹果啊，苹果，硬硬的苹果。这种棕不是紫色的小圆葱啊。还有这个西芹啊，西芹这个哎，这个西芹不错，细细的，硬硬的啊。还有这个血橙啊，这种是它的表皮像血一样，切开之后里边是鲜红色、深红色啊。还有一个大的一个菜花啊，所以呢，蔬菜就有了。这段时间蔬菜好像不像以前那么多，这个菜花还挺新鲜，对吧？啊，这是一个比较新鲜的菜花，菜花头。所以说，菜花、西芹、角瓜、棕色大米、胡萝卜、苹果，还有血橙、圆葱。啊，还是不错啊，挺贴心啊，对吧？不错不错，挺贴心的。还有这个植物油，还有一个是火鸡的鸡胸，这个火鸡鸡胸应该是熟鸡胸啊，以前我也领过，但是都没吃了呢。啊，是fully cooked，啊，充分烹饪了的啊，无骨的 boneless，无骨的，没有皮的 boneless skinless，没有骨的，没有皮儿的 turkey 土耳其啊，这里翻译成火鸡。火鸡鸡胸 with broth 带着汤啊，这个打算给它化冻，之后给它切成块儿，放在冰箱冻是吧？每次吃一块儿。这个地方是哪产的？MN 是明尼苏达州吗？明尼苏达州生产的，就是那个弗洛伊德那个州吧？那个黑人，好吧，这个还不错啊。这是今天领的食品。有朋友问为什么这两天没上传视频，这两天也太忙，好吧，这是领的食品啊。然后就表示感谢吧，啊，还不错啊。还不错，好了，拜拜，再见，再见。